6月3号，真爱降临。来，又现在为回到我舞台中间哈。当然呢，这个我们中剧高片又给我们带来很多新鲜的元素。那当然呢，这个预告片过后也将会迎来我们两位的另外的一位剧中的这个应该算是什么关系呢？让他自己来解读一下吧。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主演徐玄，来，有请徐玄。 徐玄先和我们现场的朋友先打一个招呼 ，say hello 一下，好不好？来，大家好，我是徐玄，欢迎我们的徐玄啊。所以说大家看到，包括今天没有来到现场的江潮，这四位站在一块儿，绝对就是颜值爆棚，对不对了啊？其实我们也知道，其实徐玄最近还是挺忙的，想在今天的现场呢问一下你啊，拍摄我们这部电影，给你留下了什么样的感觉，或者是一些珍贵的回忆，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굉장히 재밌고 즐겁게 촬영을 했었던 것 같고요. 정말 힘든 적이 많이 없을 정도로 너무 즐거운 추억만 많이 남은 것 같아요. 좀 춥긴 했지만 그것 또한 하나의 추억이 된 것 같습니다. 拍摄期间一直都是非常愉快的来拍摄，一直在拍摄期间没有过什么特别累的时候啊，这样虽然环境稍微有一点冷，但是一直都很开心，拍摄中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们从这个三人海报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三个人的关系好像还真的有点扑朔迷离哈，有点说不太清楚哈。徐玄可以跟我们解读一下吗？你在剧中和我们灿烈包括珊珊的关系是什么样？是好闺蜜还是？ 两位情侣还是情敌还是什么的？哟，别别给他们呀！我可以说吗？一点点呗。쉽게얘기하면은글쎄요，两个三角관계라고생각하지않을까요？如果简单来说的话，应该叫做三角关系吧。哦，对，三个人就是三角关系哈，就都明白了，都明白了哈。好的，那三角关系。 项链还是电脑，就这个事儿就爆发了，是这样吗？整个电脑，整个电影当中，因为一个电脑文件，一个项链。电脑文件是跟江潮。哦，对，爆发呢，是我们三，我开始黑项链嘛。就是因为我是黑，我是他的黑粉。黑粉。对。OK 哈，所以说今天影片当中两个非常重要的道具也拿到了我们的现场来，就请我们的工作人员哈。对，你看我说这个是这个就是项链嘛，对，有一条项链。对，然后接下来呢就要考验一下我们这个三位的一个演技的部分了，要通过这个道具来向我们大家在不说话的情况下演绎一下你们剧中的关系到底是什么，什么样的一个关系，一条项链。 来自一个三角当中，它是怎么样连接的呢？我们看一看我们的灿烈是怎么演绎的，啊，他要考虑一下，呵呵，为难了，嗯，好，先戴到了徐玄的这个脖子上，稍等，稍等哦。 真的，哦，所以说是这个拴这条项链到底拴住了什么？你看徐玄很不开心，明明是自己的一条项链，为什么会从自己的脖子上摘下来，会戴到珊珊的这个脖子上呢？那我的理解是不是他是他的前女友，然后慢慢对你有好感了之后就向你示爱了？ 我理解的对吗，灿烈？哦，해석은자유롭게받겠습니다。理解就大家各自随意吧。哦，好的，好嘞，还卖了个关子啊。好，项链这个阐释关系就到这儿，然后我们还有道具哈。你看，就是我们的电脑，电脑里面有这个文件，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拳击手套。 好像我听说两位女生要在影片当中也会抢这个电脑里面是重要的东西嘛，然后在现场可以给我们通过拳击手套还有这个电脑来阐述一下这个三角的关系是什么样子，好吧，来。
来，珊珊，我过来拿一下麦克风。然后翻译姐姐帮我们徐轩拿一下麦克风啊。哎呦，啊，不会吧？好姐妹就要开撕了吧？好，看起来是一个比较紧张的关系。好，蔡天线好像在中间做一个和事佬，在要劝架的感觉。 一起摆一个 pose 来展示一下这个关系，好不好？大家拿个电脑，对。好。简单的只是打电脑吗？不会，不会在里面去打灿烈的饰演的角色吗？应该不会啊。啊，所以说可能有这个电脑当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文件在，然后呢，两位女生要做一个势均力敌的争夺。当然，我们的灿烈可能在中间做一个和事佬。最后，我们的这个拳头到底打在谁的身上，就让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影片吧。啊，从今天真的都是，无论猜测啊，我们再过几天，三天之后，大荧幕上将会告诉我们这一切啊。OK， 那当然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电影在正式上映的时候能够取得一个非常赞的成绩，还是请我们三位跟我们的媒体朋友用简短的几句话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影片，好不好？来，珊珊。 你先，您先。那个，我特别紧张。然后呢，又到一个暑期。然后我又带着我的喜剧来了。因为今年大家都开始很多的喜剧找上我。然后我演喜剧也特别的开心。从因为在拍摄的时候还是观众在看的时候都能给大家带来欢乐。我也希望在这个暑假，也给大家带来欢乐。好的，总之可能台湾这个电影会有更多的喜剧，包括爱情喜剧都会找到珊珊。总之希望每年夏天都能有一部，好不好？给我们带来欢乐。来，徐轩跟我们大家推荐一下这部影片，好不好？ 今天特别棒棒的，这么希望那部我们能够全民的让我理解，我把恁们的理解，记得把恁支持部把恁发出去，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谢谢。谢谢，哇，中文好棒。OK， 来，正好是这个暑期档，符合我们的凉爽又愉快的这部喜剧，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电影。OK， 好，最后我们的蔡健跟大家再来推荐一下我们的电影。没有，哦，哦，不算了。 뭐 사연자가 얘기했던 것처럼 딱 지금 날씨에 지금 같은 계절에 굉장히 즐겁게 볼 수 있는 영화인 것 같고 그리고 저희뿐만 아니라 정말 이 영화에 참여하신 모든 분들 모든 스태프분들 너무 열심히 또 너무 즐겁게 촬영을 했고 그 에너지가 꼭 여러분들께 전달됐으면 좋겠습니다. 就像刚刚徐贤说的，其实这部电影真的非常适合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然后非常适合在这样的天气去电影院愉快的去观赏一下。然后其实也不仅仅是我们三个人，不仅仅是我们这些演员，同样呢是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集体，所有的人，大家认真努力的成果，然后也希望我们的这份力量、这份正能量能够传达给大家。谢谢。好的，谢谢三位的推荐哈。好了，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的 拍照合影的环节哈，来有请我们工作人员拿上我们的片名板，当然还有我们的三个这个拍照的道具。我们这个道具是有寓意的啊，别看是这个三把扫帚哈，当然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主题一起上天，然后横扫暑期档啊，所以说呢。 好的，接下来呢，再让我们有请我们这一部电影的出品人南奈景女士，我们的导演金丽蓉先生，还有我们的丁丽的丁总，我们的潘敏先生，以及我们的韩刚先生，以及我们的熊来女士上台一起，我们来合影留念拍张照片。
各位媒体朋友们，谢谢，谢谢大家的光临，谢谢。